想要跟我白白抱，你敢黑？你要笑想？等下，伊拢要锁电话，你嘛是主管呢？是不是该锁电话？连你这只未见光的鸟鼠，今晚嘛要爬起来舞台顶，给我加一嘴。好厉害！杜家你来，用这么久，刚碰今晚的局势，也搁看未清。这阵吴书记决定啊，是不是要继续追问落去的人不是我，是兄啊？你也真正感觉对阮爸、对阮妈有亏欠，伊即马就讲老实话，还阮妈一个公道。你甲伊到底做伙安排，先袂记个秘密，讲啊！天道好轮回，从天了过水。当年我所犯的错误，我怎会知影总有一天我是爱行的？我永远拢会记得迄一天，虎皮甲我讲，伊要断绝为官甲你的这段缘，所以就趁你去香港出差，啊，我摕机票，啊，搁有国外银行的口子去找伊，啊，我可劝伊主动离开。若是讲袂听，要叫我甲吓惊，非得就是爱我逼伊带咪姑离开台湾。啊，不过我慢慢想会到的是，为管伊的个性竟然这么倔强，伊直接就甲我讲，伊无愿意让咪姑在一个无老爸陪伴的环境大，所以想要直接去香港找你。我惊你知影这件代志了后，你会气你阿公。啊！无我阁愈惊回关，伊遐尔香港去开车会有危险，所以我才会开车入去。我是讲，我再阁找机会安大伊的情绪。阿哥，你已经唔肯相信我，伊唔信任我，伊可能是着急为着要逃走，伊竟然开车要甲我弄，我惊死，我紧闪开。等我车停好，我几个人回身过来。我就直接看到伊的车，冲落海里。对我的交代，我反背你对我的信任。你看我哪个有那个面去面对你，我只好做结束那个面。真的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，老弟呀、啊，我对。